你好，欢迎收看7月23号的观天下新闻，我是玉威。新北市104年度住宅补贴即日起受理申请，到8月28日为止。新北市城乡发展局表示，这次住宅补贴，新北市将首次采简讯通知方式，请民众把握机会提出申请。补贴案件核定后，也会主动发送通知简讯，提醒有需求的民众即日起可上网下载申请书表，或洽各区公所办理。市府城乡局表示，新北市去年申请租金补贴的户数高达10000多户，实际获补贴户数为5700多户。为照顾更多的弱势家庭，今年度的租金补贴户数将由市府编列预算自筹30%的费用，可较去年增加5348户，总补贴户数达11088户，是全国之冠。补贴金额维持每个月4000元，最长补贴一年。我们会主动的用简讯通知去年度获准申请的民众，提醒他们在有效期限之内必须来办理续办的申请。好，那一旦获准申请之后，我们也会简讯来通知，让民众不要忘记他的权利。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从去年的申请的数量到我们核准的补助的件数，在租金补贴上面我们确实有比较大的落差，就是我们的额度上民众的名额上面有些没有办法完全满足民众的需求。那今年呢，我们特别自筹了自己的经费，加上内政部的补贴的费用，在维持租金费用补贴是4000块的额度之下，我们把整个的补助的名额上冲到11088户。副局长表示，租金补贴对于经济弱势家庭而言，确实可以减轻租屋的负担。为了避免民众错过申请期限造成遗憾，从今年度起，除了在新北市政府与各区公所张贴公告，并且里长协助宣导这项好康消息之外，也将首次采取更贴心的简讯通知服务。那如果有意愿申请租金补贴、购置住宅的补贴，还有修缮贷款的补贴的民众呢，记得把握时间，在8月28号之前检具相关的资料来跟新北市政府申请。那如果需要有进一步的意见的咨询或洽询，在新北市政府网站或者临柜或电话都可以向我们城乡发展局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张文德表示，民众送件的先后顺序不会影响到补贴审查结果，民众无需急于开办初期临柜提出申请，以免因为人数众多增加等候的时间。若市民朋友具有身心障碍、低收入户或是列册独居老人等资格条件，仅需要在申请书上确实勾选具备弱势条件，就可以免付证明文件由市府代为查询。谢凤娘市府长报道。